么大家都很奇怪，说这到底是代表什么？这个就是在民国88年7月21号，我们板桥站从旧站搬迁到新站来的时候的，我们板桥旧站的大门口的完全一模一样的阶梯。这个，所以说今天就这个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缅怀过去，寄往该的未来。所以说这个让大家去回忆一下，今天所有的场景都是让大家回忆是我们在新板桥站之前台铁的状况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些文物展跟我们的照片。那等一下我们的站长，我们的历任的站长，他们要上台之前，我们要请他们从我们的火车的门进去以后，到我们的台上去接受我们板桥车站代表台铁，谢谢他们在台铁的做站长的这段时间对台铁的经历跟贡献。现在我们节目等一下即将开始，我今天的话就到此为止，谢谢。